AGE 究竟是怎么了？他们到底应该怎么才能恢复正常？这是近期大家都想知道的事情。而关于这个问题，小兽教练早就给出答案，从这就能很明显看出他与奶茶教练的区别。伴随着 AGE 在第二轮拿到两连败，很多玩家心里都有一个疑问，如今的 AGE 到底是继续尊重版本，围绕着上野打节奏，还是回归自我，围绕着一诺做战术安排？关于这个疑问，瓶子在解说 AGE 比赛的时候建议他们不要打上路了，当上野没有办法出节奏还跟对手死磕是很不理智的行为。潇洒也附和说，打下路给压力可以变相保野区，要不然就直接跟对面换野区。从这能看出，强行尊重版本不一定会有好结果。而小兽教练之前在采访中就给出了最正确的答案，却被奶茶教练认为战术安排有问题。但今天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，就是笑影在最后一局火舞的这个表现非常的出色。那有没有考虑在未来 AG 围绕他去做更多的体系的尝试呢？火舞的话只是笑影的一个英雄词吧，笑影本身也潜力也是蛮强的。我觉得我们队伍就是也不说围绕某一个人去做什么体系吧，就是更多的还是说在赛场上的发挥能不能更好。好，其实从小兽教练这番话明显能感觉到，他并没有一直围绕着一诺做战术安排。他作为一个常年分析战队 BP 跟打法的教练，不可能不知道版本已经偏向于打上野，但战术安排大部分依旧是围绕着一诺，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发挥更加好。恰巧说明小兽教练深知，虽然打上野节奏契合版本，但是一诺的发挥跟状态都要比其他路好，强行尊重版本反而会得到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。这也就是 AG 目前出现的问题，甚至因为夏竹拉胯的表现导致小春的野区连续崩盘，他逆风刷钱的能力又比不上未央，即使找到绕后机会也没办法秒掉对面的 C 位，所以 AG 才会崩得这么快。反观未央在场上即便逆风，他还是能让自己的经济起来，才更有机会打出翻盘团战。总之小兽教练已经给出了答案，就看宝教练能不能领悟了。如今确实是打上野节奏的版本，但他们却错过了选手的个人能力，还不如依照小兽教练的想法，比赛中谁的发挥更加好就围绕着他去做战术安排，队伍才更有机会赢比赛。大家觉得呢？